好，我们一起来看 Unit 22关于 Language Building 的第二个章节。那么今天呢，主要的主题是 Learning Vocabulary 啊，学习这个词汇以及 Collocation 词火。首先呢，我们来看 Learning Vocabulary 使用字典。Each week try to build up a list of new words you have seen or read.You have seen or read, 这也是我给大家的一个积累词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但是呢，我不建议 each week 来做这个事情。我建议我们如果是在雅思备考期间呢 ，every day, 你都是应该去 build up a list of new words。我们知道，我们经常会去做一些阅读、一些听力，不管是不是真题，都会有遇到一些单词，我们词组我们不认识的，对吧？在做完题之后呢，我们把这些词积累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扩充自己词汇量非常好的办法。那么这些词是不是必须要是我完全不认识的词呢？其实不是哈。他这里也说了，说 These may be words you are familiar with, 你很熟悉 ，but don't know well enough to use actively or accurately。就是你知道它什么意思，但是你可能并不知道怎么去用，或者确切的讲啊，非常精确的讲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是这个样子。不要总是觉得说，哎，这个词我认识我就过了，那样你永远不会就是对所有的词都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想要达到就是说，哦，这个词我不仅认识，我还会用，对吧？究竟几种用法，究竟有什么样的意思，那必须是要好好的去查字典，才能做到这一步。OK，don't make the list too long. 10 should be enough. 啊，10个就可以了。这个呢，雅思备考前明显不够啊。4、6级，你一星期记10个词都是不可能的。每天呢，把自己记下来的，基本上遇到多少词，然后这些词呢又是比较高频的，也就是说你是总能看到它，但是看到的话，你就大概知道意思，但是我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的这种词啊，把它查清楚。备考期间就不要那么讲究数量了，说每天多少个，对吧？能多认一个就认一个就可以了。然后呢，这边你看他给我们列出了10个啊，意思是大致就是这个样子，给我们列出10个。然后让我们来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each words。给我们的方法呢就是进行一个同义的替换来 check。那么我们在真正的学习当中呢，没有人会去给我们做这个 ABCDEFJ, EFGHIJ 的这个 list, 这个意思的 meaning list, 对吧 ?list of meaning。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是从字典上把字典里面的意思以及例句都摘抄下来啊。具体是怎么摘抄什么内容，我们一会儿会详细的去看。那我们先来做一下这10个啊，基本上都是我们20个单元当中讲过的词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 analysis, 名词去分析，对吧？那么分析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它是一个名词啊，它可是一个名词，分析什么东西，做分析，那就应该对应的是最为接近的是哪一个啊？最为接近的应该是I close examination, 对吧？仔细的去检查一个东西。Benefit, 好处。哎，那肯定也要对应一个表达好处，对吧？益处的一个名词。哎，那就是 advantage。Consistent, 我们说一个东西 consistent, 就说它特别前后特别统一，然后呢，持续性，对吧？有一个持续性。不是说这今儿一下明儿一下，对吧？我们说土话讲说这个有今儿没明儿的啊，那个就属于特别这个 inconsistent。consistent 啊，我们说这个文章 consistent 就指的是前后特别一致的，论调特别统一的。如果是一个服务特别 consistent, 就是指这个服务它一直都是很有持续性的。所以说对应的应该是哪一个呀？肯定是一个形容词，对不对？哎，应该是 reliable, 很可靠的嘛。Create, 动词去创造一个东西，应该是 make, 这个比较简单。Define, 我们说去定义一个东西，对吧？它也是一个名词啊 ,define something。啊，比如说 it defines 什么，它呢就定义了一个什么。那如果一个东西 define 都定义的话，那就是非常清晰的表明这一点啊，所以就叫做 clearly show。OK,environment,环境周遭的一个情况。哎 ,surroundings。occur, 动词发生。
哎，很简单 ，happen period 一段时间，那就是 length of time。significant 很重要的，哎 ，important theory 一个理论。只剩下谁啦？哎 ，opinion or explanation 一个观点或者一个解释，对吧？加起来就是一个理论啊。如果说一个有一个观点又有一个解释的，其实就是理论的意思。下面呢，哎，我们要来做一个 world building 的活动。嗯，这个活动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学习词汇的方法，就是去找什么呢？哎，当你看到一个高频词的时候，并且是你一个不太了解的高频词，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做的就是找全它的一个家族。嗯，就是去找，比如说你找到的是 analysis， OK， 那么你现在就要找它的 verb analyze 以及它的形容词 analytical。 像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从一个点然后从一个词把它作为一个点，然后把它连找到其他点之后呢，连成一个线，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什么 word family 啊。一般呢，我们把这种具有相同的词根，然后不一样词性的词呢，组在一起，成为一个 word family 词汇的家族啊，这是我们扩展词汇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啊，和一个主要的方向之一。嗯。比如说 benefit， 它的名词是 benefit， 它的名词动词依然是 benefit， 对吧？然后它的形容词呢 beneficial， OK， consistent， 我们说是一致的，对吧？一致的，前包括前后一致啊，双方讲的话一致啊，都可以用 consistent with， be consistent with， 对吧？那它的名词呢 ，a consistency， 它的动词 consist。Okay, create 是动词，那么它的名词 creation. Okay, creation 是指的这个 create 的这个动作的名词化。那么创造的人呢 ，creator， 创造力 creativity， 这样一下子从一个 create 我们就给它增加了三个词，对不对？然后再看它的形容词 creative. Okay, define 去定义，对吧？定义名词呢就是。出来的去定义一个东西之后出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定义叫什么 definition， 对吧？那它的形容词呢，哎，叫 definable， OK， 可以去这个定义的 definable， OK。 environment 名词，动词呢，哎，这个动词没有是吧？ environment 没有动词，并不是每一个词都会有完整的动词名词形容词啊。然后 environment 它就只有一个对应的形容词 environmental。 occur 发生， happen 的同义词，对吧？哎，发生，那么发生的名词 occurrence， 形容词，哎，没有形容词，对吧？第八个 period 时期，那么它的形容词呢直接加 IC， 对吧？ periodic。 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名词啊，长得非常像形容词的名词叫做 periodical， 意思呢也是啊，就是按一段时间去发行一次的这种杂志啊期刊呀，对吧？ periodical 期刊。第九个 significant 重要的，对吧？那么它的名词哎，重要性 significance， 它的动词呢，这个稍微有一点难啊，叫做 signify 啊 ，signify。第十个 theory 理论，那么动词把什么东西变为理论 ，theorize 啊，那么它的形容词理论上讲叫做哎，理论的叫做 theoretical 啊 ，theoretical 重音呢发生了一个变化。1.5 这个练习呢旨在告诉我们，我们在学习单词的时候呢不仅仅要重视这个单词长什么样子，对吧？更要重视的是它发音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呢我们真正在
考试的时候肯定要面对一个难题，就是听力。很多时候我们同学大概都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看那个听力的文本的时候发现词都是认识的，但是呢真正要到了听力的时候呢却听不出来，原因就是因为你只认得它的长相，你认不出它的发音啊。所以说我们要全面的去背一个单词，去认识一个单词的时候呢一定要重视它的发音啊，不然你听力就可能会很尴尬。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写一下这几个单词哈。第一个 environmentalist 给我们写出来了， B 是 beneficial， beneficial， OK， C significance， significance， D creative， creative， 好， E define，define， OK， 看一下你会不会写，写的对不对哈。F theory， theory， G consists， consists， H periodically， periodically， Ianalyzed, analyzed. J, occurred, occurred. OK， 我们在听写的过程当中呢，大概已经发现有一个这个难点在哪里哈。比方说这个 analyzed， 动词和它的名词的发音略有不同，对不对？它的名词是I analysis， 它的动词是 analyze， 所以这时候你发现它的元音然后它的重音都发生了变化。所以说呢我们同学在进行前面的这个环节，就是扩充你的词汇量的时候啊，就通过词性，不同的词性扩充它的家族的时候呢，要重视它的发音是不是重音都是一样的啊，发音有没有变得不一样，对，比如说 economy 经济， economic 经济的，它就发生变化了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在扩充词汇的时候的一个难点。 1.6 呢，哎，旨在告诉我们说要重视的不仅有它长什么样子，它家都有谁，它的发音是什么样的，还有什么呀，要知道它的 spelling 啊， spelling 这个呢， spelling 在这个雅思当中的重要性其实已经很低了啊，但是依然还是会让我们同学在里面栽跟头。为什么呢？一个是听力当中会有一些拼错的情况，很简单的词还是会拼错，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写作的时候也经常会拼错，也经常会拼错。所以说一旦你写作的时候拼出了问题啊，这个肯定是要扣分的，千万不要抱有侥幸。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个练习，找出拼写不对的啊。第一个呢已经帮我们找出拼写对的， sorry， 第一个已经帮我拼出来了，对吧，找出来了，哎，是它是对的，这两个都错了吧。好，第二个 beneficial 哪个是对的，哎，要记清楚这个发 shall 的这个音是谁啊，是 c 啊，而不是 T， 虽然 benefit 是 T， 但 beneficial 变成 C 了。 consistent 是 T-E-N-T 还是 T-A-N-T 啊，哎，然后是 consistent 里面是两个 S 还是一个 C 一个 S， 哎，应该是 consistent 两个 S， 对吧， T-E-N-T。 好， recreation， recreation，这个要注意的是 create 中间是 ea 啊，可不是一个 e 或者一个 a， 对吧， recreation。 好， defined， defined 不要忘记 e 的存在， OK。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中间这个 n 啊是特别容易被我们怎么样啊丢掉的啊， n 和 m 爱在一起。 occurred，哎 ，occurred 在加 ed 的时候要有什么两个 r 才可以，对不对？所以应该是 occ， 它本来就是 occur 嘛，然后 red， 对不对？八，第八个 periodically，
那首先是 period， 然后 periodical， 然后再加 ly， 对吧？应该是两个啊，两个 l。九 significant， 根据它的发音，如果是这个的话，就变成 significant， 应该是 significant， 对吧？所以这个是对的。第十个 theory 变成 theoretical， 哎，直接加这个，把 y 变成 e， 然后 tical 就可以了。好，就像这个样子呢，我们要做到大部分的高频词，只要它不是认知词汇啊，我们就都应该可以把它拼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才会写作文的时候才会比较顺利，而不是说，哎呀，这个单词我虽然知道说这样说很好，但是呢，我不确定我写的对不对，所以我还是换一个简单的吧。就这样一换一换，你整个的这个成绩呢就下来了哈，你整个文章的水平就不够了。好，1.7啊，我们需要用刚才表格里面的单词呢来填空。Nowadays we hear the word sustainable， 可持续发展的，对吧？ Being used a great deal in academic journals and okay periodicals 啊 ，journals 我们在 the media 那节课讲过了，是哎期刊，对吧？ periodical 呢和它基本上属于是同义词啊，基本上属于同义词，都是一段时期发行一次的这种刊物啊，要杂志叫做 periodical。periodical 一般我们会去经常拿它用来指一些学术期刊啊 ，academic journals and periodicals 啊，已经填好了。第二个空，什么 in particular are very concerned that any development should be sustainable？ 那么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些人，他们呢尤其关心说是不是任何的发展呢都应该是可持续的。这些人最关心环境的人应该是谁呀？Environmentalists, 对吧？啊，环境学家。They argue that sustainable practices have great 什么 for us and can have a 什么 impact on the future of our planet. 他们认为呢，说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行为方式啊 ，practices 这种啊实施的，哎，这种惯例可以怎么样啊？哎，是有非常好的什么对于我们来讲。非常大的好处吧，哎 ，benefits and can have a 什么 impact 相当于 effect 对吧？影响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uture of our planet. However, the word sustainable 这个词 needs to be clearly 它需要被很清晰的去 defined 定义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什么 in。Exploiting our natural resources without destroying them. 这个稍微有些难了啊，应该填 consists. Consist in 这个词组我们可以记一下，意思就是存在于啊，可持续发展是存在于什么呢？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达到呢？应该是 exploiting. Exploiting 相当于 use.Take advantage of 就是去使用去利用自然资源，但是不要毁坏它们。 We need to establish whether this can be put into practice 是不是可以真正的去实施 or whether it is a mere 什么还是只是一个仅仅是一个 theory 理论，对吧？ There needs to be a thorough of 有一个全面的什么，对于什么的这个第八个应该填什么呀？对于 any development plans 任何发展的规划啊，在发展这个计划呢，在他们真正的 allow to proceed 被同意被允许去进行之前，都要有一个完全的什么东西啊，哎，分析吧 analysis. As once an area has been destroyed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怎么样，如果一旦被毁坏了就不可能再哎，再重新创造它了吧 ？Recreate it. We should do our best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no 什么 of the logging and land clearing that destroyed so many forests at the start of the 20th century. 嗯，我们呢应该尽我们的全力去确保啊，不会有什么 of the 砍树 logging and land clearing 烧荒。就是在我们20世纪的开头时候所发生的那样，那也就是一种再次发生吧，对吧？不要让那样的悲剧去再次发生 ，recurrence。OK， 下面呢，我们来看词火 collocation。
2.1, learn important collocations, correct the collocation errors in these sentences. 什么叫做 collocation? 词活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说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它应该这个词是搭这个动词也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非要搭那个动词？就是当我们有这种疑惑的时候，老师经常会告诉你说 OK, 这是固定搭配，不要再想了。为什么这个介词不对，为什么这个动词不对，都是因为它的词火搭配的不对。就好像我们说solve a problem, 但是不能说 solve an issue, 只能说 resolve an issue, 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词火是不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从一到六当中有没有搭配错的词火。第一题说 After a careful analysis from the situation, we decide to cancel the trip. 关于这个整个情况我们做了一个仔细的分析之后呢，我们决定取消这个 trip, 哪里出了问题？哎，应该是from 这里吧，应该是 analysis of, 关于什么的分析，介词要用 of。 第二题 regular exercise can be to benefit for people with asthma, 常规的这种活动的有规律的活动就是对这个有哮喘的人群是有好处的。有好处应该怎么说？你可以直接说 beneficial for, 没有问题，但在这里呢他想用 benefit, 那我们就可以用 of benefit。如果什么东西 of benefit, 那证明这个东西就是有好处啊，相当于 beneficial 了。好，第三题 Thes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to the ones we obtained last month. 这些结果呢和我们上个月得到那些结果是一致的。那么当表达一致的时候应该说的是 be consistent with, 而不是 to, 对吧？第四个 We need to create for a new design.我们需要去重新做一个新的设计，那么在这里做一个设计创造什么东西应该直接是 create a new design 就可以了， for 是没有必要的，因为 create 它本身就是一个及物动词。第五题 I am looking up the definition from this word, 我在查找这个词的定义，这个词的解释，那应该是 of,definition of something, 而不是 from something, 从哪里找就可以说 from,比如说 I'm looking up the definition of this word from the dictionary. Okay, 第六题 We should use products that are environmentally good. 哎，这个是稍微有一些迷惑性的，因为应该是什么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啊，就是我们说对环境好 environmentally good, 语法上好像也说得通，但是呢我们就是不这么去说。我们当说对环境友好的时候，对环境有好处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啊，这就是词火的一个力量在这里。 2.2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the correct preposition from the box, 来选择正确的介词。第一题 The president refused to comment 什么 the problem, 对于某事发表看法发表评论，介词应该是on the problem, comment on something. 第二题 I found out about the hotel, 什么 the internet? 之前说过在媒体除了平面的媒体除了这个印刷媒体，所有的媒体用的介词都是 on. Okay, 第三题 I would like to apply 什么 the position of head chef. 我呢想去申请这个首席大厨的位置，那么申请要说的是 apply for. 第四题 The students are allowed 什么 participate 什么 the basketball tournament. Allowed 首先是 to do something, participate 后面跟的是 in. 第五题 I was completely satisfied 什么 the services at your hotel. 对于什么东西满意应该是 be satisfied with.好，第六题 My mother is concerned 什么 the amount 什么 money I spend each week, 担心什么东西应该用的是 be concerned about the amount of money. 第七题 The cost 什么 living has increased by 5% this year, 生活成本叫做 cost of living. OK,第八题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什么 this increase, 关于什么东西的原因什么东西的解释应该用的是 for, reasons for something. 好，所以呢我们之后在我们学习单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仅要看这个单词，还要看它有没有什么常用的固定的搭配，适合哪些动词连用，哪些形容词连用，哪些介词啊，特别重要的哪些介词去连用。因为有的时候呢，它可能没有什么原因，它就是这么去搭配，你从语法上呢解释不清楚，对吧？所以只能这么搭配。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需要真正说去背，通过使用去把它记在心里的一些东西。2.3 啊，需要呢我们来做一个搭配，看左边的哪些词呢不能和右边的词进行搭配啊，这也是锻炼我们的 collocation 的一个练习。比如说第一个 arise 的意思是出现，对吧？出现什么东西，那么我们可以说困难 difficult, a difficulty arise, 可以 a need arise, 对吧？由于什么什么什么啊，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需求，那么可以用 need arise。 Opportunity 是经常和 arise 连用在一起的啊，就是一个机会出现了，或者一个问题出现了，那么其中不能跟它搭配的只有 knowledge, 我们是不能说 knowledge 出现了，这个是不存在的，对吧？第二个 attention 啊，我们说 draw attention, 吸引注意力。Have 的话只能说 have somebody's attention, 比如说 can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但是你不能直接说 have attention 啊，所以这个不对。 Need attention 可以需要我们的关注， pay attention to, receive attention, 哎，受到关注，对吧？ Seek attention 追求，哎，关注博关注。第三个 damage 伤害， assess damage,去评估这个伤害有多少，对吧？ Cause damage 引起， inflict damage 是什么呢？是 使别人遭受一个损失， inflict 使人遭受。 Repair damage 可以修复一个伤害， Take damage 不可以吧？好，在下面 interest 兴趣， attract interest 可以， develop interest 可以， develop interestin something, 对吧？ excite 本身我们说是使兴奋，但它还有一个及物动词，就是激起某什么，比如说 media interest 啊，就是引起媒体的兴趣， press interest 这个新闻业的兴趣。 a fan 是指去假装，相当于 fake。 OK, fan interest in something 就假装对什么东西是有兴趣的。 give interest,这个是没有听过的，对吧？ Lose interest, 哎，失去兴趣，所以说 gave 被排除出去。 Language, acquire language, 我们经常会这样说吧，因为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 language acquisition, acquisition 就是 acquire 的名词，语言习得叫 language acquisition, 所以 acquire a language 是很经常去用的。 Learn a language 也可以吧。 Speak a language, do you speak English? How many language do you speak? 没问题。 Tell a language 明显是不对的吧，只能 tell somebody a story 可以哈。 Use language 没有问题。 Pass 啊，好，我们来看 Pass control 好像是没有这样的说法，对吧？ Pass an exam 没问题， Pass a law 没问题， Pass judgment 可以， Pass the time 也可以啊，所以 control 是不对的。好，所以说呢，通过这个练习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当你在学任何词的时候，要注意它可以和什么样的动词去搭配。如果它是动词的话，它可以和什么样的名词去搭配。如果它是形容词的话，它是用在名词前面的，还是用在 be 动词后面的？啊，它是做定语还是做表语？所以说这些呢，都是我们从什么信息当中去找呢？哎，就是我们上节课所讲的，你在查字典的时候就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信息，防止我们呢会认识一个词，但是真正在写作或者在口语当中时候呢不会用啊，这个就很尴尬了。好，我们来看一下 vocabulary note, 说形容词和这个副词联系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呢，要注意的就是形容词和副词有没有极端性的含义。比如说 extremely 就是极端的、非常的，那 terrified 也是受到极度惊吓的意思，所以说不能说 extremely terrified, 一个是语义重复了，再一个 terrified 本身就不是一个有程度的，就不，它就不存在程度，因为它已经是一种完全的状态了，不像说 scared
啊 ，scared 就属于这个被吓到了，但是呢，被吓到的程度有很多种，而 terrified 它已经是受到极度惊吓的状态了，所以说不能再加 extremely 啊，不能再加 extremely 这种加深程度的啊，你可以说 completely terrified 就完全就是那个状态了 ，really terrified 对吧？特别的就是那个状态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的是。究竟后面所跟的这个形容词它是不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有没有程度可以去区分像 terrified 就不具有程度区分它只是一个状态嗯，它自己而言它没有什么程度所以你不能拿 extremely 这种程度性的表达程度的这种副词去修饰它包括下面这个 slightly 呢你就不能说 slightly terrified 因为什么 terrified 不存在程度对不对 ？Terrified 就是一种状态，你 slightly、extremely 这种都是不合适的，所以你可以说 slightly scared， 或者说extremely scared， 对吧？都是可以的。嗯 ，significantly 是经常和比较性的形容词去连用啊，就是在比较的时候是 significantly， but 就是指好的多。大的多对吧 significantly greater 大的多好的多棒的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 significantly 它的意思它这个副词的意思就是什么什么的多的意思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2.4 第一题 I was completely or utterly satisfied with my test result 那书籍当中呢给我们的答案是选 completely 但是其实呢utterly satisfied 这样的表达我们也是经常说的 utterly 的意思其实就非常接近于 completely 或者 absolutely 指一种状态上的完全性啊，完全性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后面跟着 satisfied or unsatisfied 明显是状态型的一个形容词满意或者不满意没有说10%的满意对不对满意就是满意不满意就是不满意没有基本满意这样一说所以说 completely satisfied 是哦，我完完全全是满意的那么这个时候其实 utterly 就我个人认为 utterly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在实际使用当中我们也经常会说 utterly satisfied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虽然 completely 可能更加的常见第二题 it is highly likely or possibly or possible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resign today OK 这个highly 已经确定了是一个程度性的副词那后面肯定修饰一个可以有程度性的而非极端性的状态性的一个这个形容词那么这两个词相比呢 possible 的意思是 very likely 啊，就是非常有可能很有可能的那么所以说再用 highly 来修饰就不合适了只能跟一个比较中性的哎，就是 likely 本身啊，就比较合适了非常有可能 highly likely第三题 ,the machine was 什么 useless? 那说一个东西有用或者没用这个其实是不存在程度的吧 ?It's either useful or useless, 对吧没有东西说也挺有用也挺没用的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它是一个状态性的词并不是一个程度性的词那我们选的就应该是 I utterly。第四题 ,I am 什么 concerned about your behavior? 我呢特别担心你的这一个状态担心是一个程度性的词啊 ,a bit concerned 可以啊,heavily concerned 也可以 ,seriously concerned 也可以所以呢我们可以用 extremely 来去修饰它对吧因为这是一个表达程度性的很大程度的极端程度的 OK It was bitterly or completely cold in the winter cold 明显不是一个状态性的词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 bitterly cold 相当于 very cold 而 completely cold 完全冷那究竟是多冷对不对它不是一个状态所以你没有办法说它完全怎么样第六个 I was 什么 freezing by the time we arrived 我到的时候呢我已经怎么样啊哎，彻底冻僵了彻底冻僵了那么冻僵明显是一个哎，冻住了啊明显是一个什么程度性的词这个状态性的词对吧你或者冻僵了或者就没冻僵对不对 freezing 它是一个状态性的词所以说我们呢用表达哎不能用程度性的选择 absolutely 啊但是其实呢 totally 在这里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不如 absolutely 那么的顺口但是就 grammar 上来讲也是正确的第七题 the oil spill had a big or heavy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哎，这个石油的泄漏呢，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在说影响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说什么
一个大的很大的影响，这个其实和程度这种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 big heavy 都是去形容程度的，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呢要考虑的是谁和 impact 更加的贴切，他们更加的经常会去连用啊，哎，应该是 a big 对吧 a big impact 一个很大的影响，不说很重的影响。Okay. 第八个 ,it is 什么 possible to predict the future with any certainty? 哎，完全不可能，不可能是一个状态，所以说 absolutely. OK, 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一个呢是从状态上状态还是程度上去分析，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要看哪种更加常用，其实有的呢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理由可言，比方说刚才的这个completely satisfied。这个确实更加常用，对吧？以及呢，absolutely phrasing, big impact。这个时候呢，究竟说从形容词上去解释，或者从中文翻译上去理解，都比较难。我们不如就把这些理解为什么？它就是一个很固定的搭配啊，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搭配。这也就是大多数的 collocation 存在的一个原因啊，并不是因为其中有多少道理可言，而是因为呢，它就是千百年来它就是这么去使用的。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 Unit 22的全部内容，我们 Unit 23，再见。